BP Channel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P， 然后现在来抽卡，对，然后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的都市传说04龙灯我还是在用，好不好？龙灯，抽白金。好，这个活动呢，就是中国神加倍。给我拉，很不错，还要送那个啦，送那个好礼，所以我才抽的。我有拉了吗？为什么我有拉了？这听起来怪怪的。哦、我有一只了啦，烦你、欸！我包包满了，买一下东西。就是，然后我们就看那个他送的奖励是什么？他没有送，不会吧？他把我奖励吃掉了？他不是说会送吗？不，他不是说会送？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中国神加倍啊、哦，我就一抽啦，我钻石不多，我的魔法石也不多啦，这样子。相对应的，哦，被坑了啦！他说要抽到才有啦，啊，看清楚哦，首次抽中哦，中国神系列哦，首次要抽到哦，好、哦，好，那你也知道没有啦，那就。就是个这个是个失败的一个警惕哦，你们也不要去抽啊、除非你钻石、你魔法石很多啊、哦。啊，那今天的，哎呀，这是抽卡啦，这是我也不太想抽，就把这抽下去。我们是要第一集耶，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就是这一次的活动啊，该死的被坑了。好，我们就下次见。我是 PP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呢，就是可以按个喜欢，还有订阅。那我讲几次，下次见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